他会开始流血，你要在血跑完这个之前把那个打死，那你就会获得这一个，哎，这一个还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吧，我记得是这一个血的这一个的结局。然后这里面哦，这里面有像我们刚刚玩那个游戏致敬啊，在这里，你看到右下角有一个这个吗？有一本东西。哎，这里是不是刚刚玩过这个游戏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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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到哪里啊 ？Key 的七零都念过了吧 ？King Cook in Kilori 156 Kitty 51842 Kitty 680T。K L H G F A K O S A N G U O K Y L E 85104 K Y O R E S 2008 L A U T U N N O L A V C L T 1401 Z 850629。啊，对不起，干，我摆超过一分钟了。你可以过关了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关？把它当掉了，干，等一下。哦，刚刚那个也是其中一个结局，那个也是密集恐惧症发作的结局。等一下，我先洗出那一个。他要在这个之后吧，我记得先解这个啦，先解护照。这个是那个啊 ，V 怪客啊 ，V for Virginia、啊。嗯，你成功了。然后他就把城市毁，他就拯救了城市。嗯，可是成功就是你给他过是没有画面的，反而要给他不过才会有那个城市后来的结局。所以我通常都不给他过，然后后来那个城市就被独裁统治了。如果你没有看过 V 怪客，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表示什么意思啊？在哪里啊？看，我们来看按钮，那个有一个按钮也是一个超级不舒服结局，可是很难出现的、欸，要出现那个按钮的那个效果才有。飞机也是其中一个啦。不要在这个好吗？哎、欸，我按了一百下，我获得一个成就了，傻逼成就！快点，我要那个！啊，我不要玩开飞机结局，我在等按钮那个结局。可是按钮那个结局很少见，就是你要试很多次才会出现，你要过某些东西之后才会出现，就是他的要求要 V 怪客之后，是一定要 V 怪客吗 ？V 怪客之后拉那个嘞？V 怪客，然后按重来，没有。他的那一个结局的要求是 V 怪客之后有一个无限按钮结局，那个真的是超，那个也是超恶心。干，又溜出来。哎，烦呢。刚有溜出来一次啊，有一个那个按钮的那个。有一个画面上有出现六个底线的那一个是按钮的其中一个结局。不玩了，烂游戏，自己讲，自己回去找吧。这个游戏有攻略，你如果不想玩看攻略也可以，你就可以看所有的结局，有些根本就想不到，有些那个结局过法根本就想不到，完全想不到。对，到哪里了 ？Lee 八五零六二九就讲完了。Lee Benz 不是 Lee Benz， Little Green Cat Love 八六。0103 N 0349761 M G N M A Y A N 2978 Memory Life 54832 Michael 跟 Michelle 到底怎么分？M I C H E A L T O A D 对 ，Min Chang 1130 Monkey 3588哎 ，Michelle 怎么拼啊 ？Michelle 忘了。Monkey 称我爸爸 ，Monkey 38519 N 哦有 N 账号哎天哪 ，N 696395 ，Need 15 Never Return V Nick 266207 N M P S 92081 N 哎为什么 N O S 0802 N R N R I N N W O M U T A O N Y S T N P A 40103 P A C N 怎么念？这是其中一个结局。就是你摆烂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话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这游戏叫做 Don't Touch Please Don't Touch Anything， 都是 Please 系列的，去搜寻 Please 就有了。P S E N 281488 P A G E M A R E P C 用 Q Q P C 用 W 888，你跟上面那个可以结婚了。
Paper Uni Yuki PRCY 12326 Peter Peter ETET Piano K 拼痛77 PJU P Justin 4696 Promise OMO Puffy Cat 哎、欸，怪怪的 QO QO Q 零零 Q 零零对 Q P A L D N 0147 Q U O H Y D 103 Q W R 001 Radiance G Radiant 7546 0000啊，干刚出过四个小时，好不？I Y N O J E T R O B R T A C O L U N Rock 1985 1028 Rock 40507 Luke 2012 R O Y 4035 R U N 579 S 124540S51CF03 S8520 SA85101256 Sean 0082 Sean 329 See you later 888小杨13 Sin 0520 Sin 9770为什么都这么账号这么像，这是什么信乐团吗？星期五 Show you GG 那 ID 好 SID 20724 SII 20011 Smile 6041一是 smile to you 0909送0860012013 soft 凯哎烧地哦交易灵魂交易 ID 还可以啊，皮兄 QQ 有讲过话，不然再点一个结局出来好了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哎、三我想看。还有什么结局比较 不会爆雷的，因为很多结局都要按这个密码，可是我按这个密码你就知道这个密码在哪里了，所以我用这个结局好了，这里有个结局 GRE 不是 OK这个是你要吗？这个是太极结局，就是这一个。对，他把整个城市跟那个整个就是整个城市颠倒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不重要。Soul of 108 S U 孙坚不是 S U N 是孙啊，如果用拼音的话是商 C H E N G 什么、啊？0520 Super 60105 Super Pig 超级猪226 Tanaya Homiruku。T A R A G O N S T O P T A T Daniel T A T 对 T L I A 零三 Terry 真0526 Frank Red The Grand V 15630 15630不知道什么东西 The Q Work 851001看起来你十月一号生日 This is G G 看每次帐篷蛮会取的 Today the Sun。Tony Lee 有一二 ，Tony Y 一二 ，Trokin 1993 T T O O N Y Y 0827，这也是 Tony 啊 ，T W K 二，好，不是 T V K 就好了 ，U I O P 0323 W S U S I N 603 S Vitamin O D 2 W 557 W Willie W N G 0704啊，你生日快到了 ，W C 三少，哇，这里面是魔兽经典支持武装。维尼7611 WNSDWNSD Wolfstar 00 WWW865617 WSES924403 S363350 SEATS SZA89277 YOBLR YOUHUN10 YU 底线 SEI Z794888 扎嘎优哈 DS799855 DNC615 耶、yeah! 念完了上车手
其实你前天生日，我表达我的心情了，没有，因为我从 A 开始点，然后所以你已经经过了就没有了。哎，没有，你的 ID 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就没有了。我用这玩意儿看的啊，如果你没有真的在这玩意儿的人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而且我从上面开始点下来，所以如果你是刚刚才登录的人，你有可能会被跳过，你有可能没有被发现，因为我从 A 开始点，所以我尽力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结局哦？再想一个结局啊，再想一个大家可以用的结局。还有什么蛮有梗的结局哦？太空侵略者，算了。咖啡结局很无聊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到底点不出那个结局？看，就是打飞机结局。飞机结局就是这样啊，然后你要把飞那个炸掉，就是你会空投，然后把那个建筑物炸掉。但是你的飞机会越飞越低，所以你要尽量把它炸得跟平的，就是你要把建筑物炸平是比较安全的。看，居然没有点到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个超级黑暗的成就是，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不能失误任何一次按钮。啊，干！我讲说不能失误就失误，剩一次。哎，OK。然后这里其实有一个结局，这里其实有一个结局的提示。好，我先讲啊，反正你最后也是看，你最后一定是看攻略才全破啦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四个字，就是 you drop， 就是 stage clear， first start to continue， 就是你飞机过了。好，然后这底下有一个那个提示，就是他写 you drop O bomb，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哎，为什么这几个字在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几个字代表那个。颜色那边有另外一个关卡，就是 Y 嘛，你今天记起来 Y R B B， 我们先开，然后我们先把那个找出来。好，我们来按 Y 是黄色，黄色是 Yellow 嘛，所以是 Y R， 蓝色是 Blue。干，谁注册我的 ID？ 你这白痴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某个结局的其中一个。关卡，但要绕超级远才能解到这个，这个超难，这个是最后一个钻石的，可是我找不到那个在哪里。然后还有一个 Stanley 的结局在这里，可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开出来了，开不出来，不然先把它按到爆炸好了，再重整一次，点30下还多少会爆炸，就直接坏掉。不要再给我开飞机结局了。奇怪，那个触发条件是什么啊？因为我全部解完了，所以我一定轮得到那个结局啊。好，还有一个结局是这样啊。然后你用这个，这里不是有那个嘛，萤幕线，你让它短路，就这样吐它，啪嚓。然后这边就会打开一个那个，图像挡住了。这边就会打开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有一个关卡是你可以用数字键在这边输入某些东西，然后解出一个答案，就这样。我们就不讲了，反正我没有想要这游戏实况玩一次就结束啦，这游戏再玩第二次他妈真是没有意义。对，那结局看完就好了。为什么一直有飞机？飞机按了8次哎、欸，然后飞机解出来就是这个啊，是左下角右下角这一个。是一直玩核弹就好，是吧？哦，找到了！啊，终于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游戏，叫《Stanley 的语言》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就是《Stanley's Portable》。然后你看，一开始第一个按钮，对不对？我会等待你输入，所以你就输入。然后出现两个按钮，所以再等待你输入，你就按这两个按钮。然后再按这三个按钮。然后再按这五个按钮，然后再按这好几个按钮，但其实会越来越难，因为你会忘记那一轮的按钮有哪几个。
谢谢你的合作，你获得那一个工作 Stanley。就是他最后一句是 You got a job, Stanley。然后他的意思是另外一个 Steam 上面的游戏叫 Stanley's Portable。不是念 Portable， P 开头的一个字。那个游戏我今这一次的特价特惠有买啊，因为我想要玩那个游戏很久了。可是那个也是一个看完结局就没有意义的游戏，它是一个怎么讲，有点哲学的游戏，就这样。为什么现在紧张？没有啊，现在也没有什么紧张啊。很多按钮，那个按钮变多是有点不舒服，陈根讲是有点不舒服。呵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？不然我们就要睡啦。结束前还是要说一下，你好，我是楚爹，欢迎回来楚爹，欢迎来到楚爹的楚爹教授，我们实况台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实况的话，请不要忘记追随这个频道，我们10000追随了，礼拜应该会出现一些呵呵的事情。哦，天哪，我还没有想好，我陈哥讲我还没有想好，我会再看一下大家许愿内容，先选一些比较容易达成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想要获得第一手的，如果想要看这影片的话，请搜寻，请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啊，以及粉丝专页，这样就好了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刚看到说有人有问题，我才不玩 Paper Please 被捆啊！对，我有密闭恐惧症。没有厨师才不是我的正业，厨师只是一个梗而已。干，才不要！现在开始解说解语，妈怕个稀奇，我就直接贴影片给你们看，你们就崩溃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应该也不会，是不至于崩溃，可是不好玩就是了，我觉得。穿全套西装很热，虽然全套西装，全套西装一点都不酷，应该是不会，反正就这样啊。大家等我想好嘛，对，等我想好人生的方向再说。总之这个样子啦，大家有问题的话，粉丝专业私讯问吧。我们要休息了，大家晚安。我应该没有把 Facebook 的画面失去出去，没有，傻小，我才不要玩 Freddy's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游戏。韩式就很瘦，韩式的要很瘦才能穿了，好不好？打完，不。